主料韭菜七十克，辅料鸡精、盐、味极鲜、酱油、香油。准备时间十分钟内，制作时间十分钟内。将韭菜摘干净，在水中浸泡一回，洗净后放在菜板上晾干。水分切成四厘米长的段，切好后的韭菜放入大碗中，加盐、鸡精、酱油、味极鲜，全部调匀即可食用。烹饪技巧：韭菜在拌前要沥干水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